哈喽，大家好。今天出来放牛，发现这头快生的母牛啊，有点不对劲，乱跑，不知道是不是要生呢？一般要生的母牛都是这种状况啊，再观察一下，还不知道就要把它赶回家，到家里去生。你看它，人家都吃得香喷喷的。他不吃，还一直往山上跑。一个人想单独行动，你看，赶回去，估计要生了。回家，回家，等待接生。不要忽略我们啊，要生就快点生。看他今天的状况，不怎么爱吃草，一直往山上跑，啊，等待接生。中午了，吃个饭。二嫂今天对我这么好，给我两个蛋吃。现在应该快生了，刚刚出来一个角，这个牛是先伸头起来，角先出来。真是的，从来没看过牛生啊、哦！牛角出来了啊、哦！现在正在慢慢的生，这也头一次守牛啊！以前那两头都是。生出来，一个小牛在这生了，生了，好痛啊，好痛的样子哦。哎呦，完全顺利生出来了。还好这两天升温了，不冷。先让牛舔一下，然后给它垫个刀。这母牛还挺会带娃的啊。用力。还挺大的，比庞大大。啊，这头小牛仔是我们以前自己山上就配的啊，又是一头小公仔，个子挺大的啊，没看这个母牛小，我还以为跟小狗这么大，我还以为跟小狗这么大。好了好了，行了，快舔，不马上给他刮刮脚了，应该没事，没事。他想起来，我们要给他刮脚了。你舔我干嘛？你舔我干嘛？哟，会疼吗？别拔人家嘛，你好好刮嘛，你拔人家不疼。看他一丢丢。这个黄的啊，都给他刮掉。这头牛叫庞老三。石老三，庞老三，石老三，庞老三好听。你庞头、庞二、庞老三，以后的牛甚至给你姓，要姓庞，知道不？我看见一直来生啊。现在庞老师，今年估计有庞老师。有啊。现在就等小牛站起来了。听说小牛站起来要跪满四个方向。嗯，好像是的。你们生了两头牛，不都是跪满四个方向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没，起码还要几个小时以后。哎，给力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他起来了，别动啊，走两步，稳住，石老三，稳住，站起来，等一下就带你喝奶啊。教你喝来，就叫石老三嘛。现在妥妥的站起来了啊！哎，这头牛聪明啊，自己会去找奶喝。我教你。还会烫不？不会烫吧？还会烫？吃饱了吧？猫还有一点烫。你来搅一下，不是牛在睡觉，快吃。
牛一般都是一个，很少有两个的。这两个都是说，都是说骨灰烧高香了，面的。红糖煮面，今晚吃了三斤啊、哦，这加了一斤。还有烫，不烫吧？也五分钟，请教。嗯，一下子就干完了。我先找一下那个台词。吃完了，吃完了我就收起来，明天再吃啊。今天吃了三斤。我感觉我家一头。哎，现在这个牛胎盘呢、啊，已经生下来了，刚好垫了稻杆，很干净，又是一道好菜。消炎针也打好了，嗯，可以回去休息了。十二点了，一点了、嗯。对，走，睡觉。今天就到这。哎，你不在那陪你儿子睡觉啊？嗯，我来个睡衣来哈。哎，靠着他，别让你等到了。